好，到底谁哦会来买下呢职棒兄弟象呢？现在就有一个最新消息哦，是昨天晚间传出已经完成交易嘞。根据香港媒体报道说，力宝集团是以4亿元买下了兄弟象。而针对港媒的指出哦，这个兄弟象这次的交易是在副总统吴敦义和立法院长王金平的见证之下，以4亿元左右呢完成了球队交易。但是关于这项传言呢，兄弟象的球团还有呢力宝公关都双双否认，澄清说目前交易是还没有结果。